男生的生殖器，尤其是在清晨，即使你没有任何的色情意念，甚至你都还在睡梦中，你的阳具都有可能不自主的勃起。不晓得你对勃起的感受是什么？有个受访者告诉我，勃起是某种未被表达的愤怒。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经历，让他对勃起有这样的感受？在访谈中，我也会问受访者，性爱是什么？有人告诉我，性爱让他们长掉了，尤其是在第一次性爱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长掉了，不再纯洁。也正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长掉了，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从完美主义里面释放出来，从此他们自由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有些受访者在性爱中有被强暴的感觉，可是那是他要的，他的生命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被破坏，破坏那个压在他身上让他喘不过气的自我要求。有些受访者会自残，自残不是要自杀，而是他的内在有很强烈的痛苦无法被释放，所以他就只好用刀子把他的身体划开来，用流血的方式去把他们释放出来，流血出来。性爱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么回事，宣泄压力的管道。我们从小就被要求要成为一个好孩子、好学生，长大以后也有好的成就，也有好的社会形象。可是有很多的受访者，他们在性爱中追求跟他们现实生活反差极大的性爱经验。有个受访者，他是公益团体的一个高阶主管，是一个聪明的、有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的一个人。可是他在 BDSM 中，他让自己变成一只贱狗。他在网络上找到一个陌生人来当他的主人，让他来调教他、羞辱他，让他变得很淫荡、很下贱。这个下贱感让他觉得很兴奋、很刺激。平常都是他在控制别人，他懒得被控制。在不可思议的犬奴规训中，他把自己全然的交付出去，这让他变得好轻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多或少都需要这么一个私密的甚至是黑暗的生命角落，来安顿我们的内在渴望，以及平衡我们所需扮演的社会角色。身体图的访谈很多都是这些非常私密的个人经验，甚至是还有那时候，那时候我的性的幻想，都是跟有很多的跟那副有关的。对同志而言，同志身份本身就是他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秘密，甚至是许多人
一辈子的秘密。我们都需要保有隐私，可是当这隐私变成一个巨大的秘密，压迫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扭曲。受访者说，他想被看见。在访谈中，我不只是那个秘密的倾听者，我还是一座可以回应秘密的山谷。我们要用艺术的形式把这些秘密转化，让它变成强而有力的表达，被更多人看见。身体读的访谈已经进行了2年多，我在脸书上公开征求受访者，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陌生人。到目前已经完成56位受访者的身体图。在2016年国美馆的台湾双年展里面展出的南洞系列，就是这56位受访者当中的其中19位男同志的身体图。访谈需要2天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回顾我们的生命史。觉得心里面好像还是很想要父母的爱，但是感受不到。所以那时候每天在家，就是我妈妈就是会弄饭，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但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会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感受不到爱。我们小时候的情欲经验是怎么被启蒙的？接吻是什么？那些小 baby 去抱雨，怎么说？他要起来。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探索，以及我们是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伴侣？当他为我打手枪的时候，我要求他抱着我，然后把手放在这里。所以是一部分是整个人我要他抱着，另一部分我也要他抱着我的阳具。抱着我的阳具的时候，好像是几个人去抱着的。然后那些时间我就觉得自己最像一个小 baby 的时间。对，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长的时间就是我是心里面好像跟自己说，就是我 create 他的 suffering， 是他难过是我造成的啊。第二天下午，我会帮受访者按摩。我甚至觉得，按摩是这整个访谈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按摩让受访者从将近2天很思考性的谈话里，回到他最真实的身体感受。
我让受访者要在很强烈的身体感的状态下来画身体图。并且我让受访者一丝不挂的趴在地上画画。这个趴在地上画画的动作，让画画的人变成一只动物，回到原始的、本能的、动物性的去表达他内在最深刻的生命经验。访谈结束后，我会开始进行创作，来回应受访者的生命故事，而且我会把完成的作品给受访者看。告诉受访者，这个作品是我根据访谈里面很零碎的资讯以及很主观的拣选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来自于你，可是不是你。我希望受访者除了有勇气做自我揭露之外，还有有智慧抽离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关照者。我也如此，这样一个互动性的创作才能产生它的意义以及相互学习的空间。我要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愿意来跟我分享他们的生命经验，而我也在这样的访谈创作中对同志的情欲经验有了更多的学习与了解。艺术创作是一种表达，创作是表达。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内在，做深刻的自我连接与整合，让这个表达变得非常有力量，那么艺术创作就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蜕变。